喂，你这里，小朋友，哎，过来过来，不要怕不要怕，好了，过来过来，吓到小孩子了，哎，小花卷，哎，进来进来，小朋友进来进来，好啊好啊，哦，那么多小孩子，是小花卷，那我关门了哈，哇，小朋友，你带那么多朋友过来的，我看有什么交代你们的哈。可乐不是就这个吗？这个就是可乐啊。哦，小花卷回来，可高兴了，是吧？哎呀，小花卷长得那么大了哈。对，我们收养的。你长得那么大了。我们给它减肉，我和它减它的肉，放成啥样？是不是大狗叫它？浪浪。浪浪，玩得那么开心。是很开心啊！哎呀，还认得我啊，小花卷，见到我就，要抱抱，要抱抱。看有什么可以招待小孩子，只有这两个了，还有牛奶，牛奶一人一瓶，喝喝点吗？谢谢。喝喝喝。别打我呀！别几天不见，那么开心的哈，小花卷，哇，跑来跑去，那么精神的。啊，小花卷，吓死我了！哎呀，又见面了哈，小花卷，玩的那么开心。哇，他们要装扮我。大家好啊，好久不见，小花卷，其实也不是很久，就昨天。他给我撒了一泡尿，他坐的还烂，不是，是他喷你腿上的。慢慢叫啊，这个慢慢叫，长大一点就学会了。可乐不能对小花卷做出一些不图谋不轨的事情啊。怎样？小花姐去到你们家过得怎样？很好。很好。我猜是很好。我今天给小花卷减肉，我和他今天喝，小花卷直接跑得比人还快了。跑得比人。又回到狗窝上面。天天那么多小孩围着小花卷一起玩，那么爽。这是狗窝来的。见到可欢喜了。不止开心，他们咬不咬？不咬的。还可以骑，喜欢的话还可以骑在浪浪上面，要是不怕的话。你们怎么找到我房子的啊？你们会在手机上搜索到了，你给他回复的。那你不是给他回复了吗？我给你回复的吗？刚刚回了。刚刚是我跟你聊天，不是我跟你妈聊天吗？他就说你在哪里，说你就回复在你小时候。小孩子害羞啊，小孩子害羞，默默懂。我觉得还是小孩子上，我上英语班的时候就是。你害羞点还是他害羞点？就是我害羞点，你害羞点。我在英语班都不敢大声。这叫浪浪。浪浪就大了。是啊，这是大的。你是啊。你这么大了。我害羞浪浪。可乐现在都成一个小孩。小花卷，在你家过得怎样啊？他在老师每天给他吃肉，你看他都胖了一圈。吃肉吃米饭啊？你觉得他胖了？就是没有狗粮吃。狗粮这些随意嘛，有条件就喂狗粮，没条件就喂那些饭菜也行的，是吧？叔叔，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他们老是这样？他们就玩嘛，喜欢。我没见过这么老朋友见面了，没见老朋友见面就很开心嘛。他们养过来吗？我养两只，我已经是极限了，养三只四只就养不了那么多，不然我也不会领养出去啊。领养？对呀、养个十只我都不用去工作了，我啥都不用去工作，就光养狗都花我很多时间了。那你善良啊，你也善待动物啊，也是乖孩子，是吧？我们家也捡过贼多的流浪狗。你们家也捡过贼多。哇，好可爱的呀！小花姐，他是在家里。我还没摸你就把我给打下去了吧？拉屎尿。在屋里上的。在屋里上。那不就很麻烦了？经常要你们清洁。哪里？
那就并且带出去了。好的，他只能在垃圾桶里面捡骨头吃了。嗯，这里流浪狗太多了，嗯，就。小花卷可真可怜，不可怜啊，现在不是已经有家了，比很多外面的流浪狗好很多了，是吧？嗯，不是很好多。我今天在公园的时候发现好的一百倍，我发现一只流浪狗在垃圾桶里面捡骨头吃。要是没有了小花卷，他们的生活是咋样的？他们生活啊，就没有跑来跑去了，就变得很安静了。那就更好了。就因为。小花卷毕竟是小狗嘛，有的玩嘛，然后可乐就会跟小花卷跑来跑去，不在的话可乐就比较无聊了。啊，对，那他可乐。小花卷快被可乐压死了，嗯。小花卷好。哎，真的是。他老是弄小花卷，可乐老是有不好的想法。小花卷。疫苗本了，带回去给你们家小花卷呢。21号打过一次，8月6号还要再打最后一针哈。你们养的啥东西？嗯，可乐。第四针也是8月15号打。比熊吧。哎呦，那么凶。这是啥东西啊？嗯，小花卷。玩具啊。可乐。给狗的。那么高兴的。可乐好乖呀，可乐。可乐好乖啊。是狗狗宠物玩具的，带回去给你们玩。你好，还有这个狗狗奶粉呢，3瓶啊，你们也带回去，我没用了啊。这是狗狗吃的奶粉。哇呀！带回去给小花卷啊。有点多呀！哎呦，可乐那么高兴的哈，哎，笑得那么开心。哎，你们不用进来了是吧？啊。那我锁住你们了，你们不用出来了。OK， 锁住了。啊，你们就住在里面了。嗯，我不要。不要。Hello， 他错了。出来吧，出来。现在他怒气了，他怒气发怒，简直可能说是。应该消了吗？消了，消。你。啊，对啊。啊，吃点水糕吧，啊，一人拿一个。一个。啊，一人拿一个了，啊，一人拿一个。拿哪个？啊，不用客气啊。随便吃啊！我要在下面开心啊！好，你们吃的开心，叔叔也是很开心的啊！啊，这个我自己喝过的，你们不要喝了，这有我的口水就不要喝了。你逗我玩呢？这个呢？这个放了很久，过期了，不能喝了。那你扔了呀？那你喝这些嘛？喝牛奶嘛？喝牛奶。这个冰牛奶应该挺爽。然后拿个吸管出来嘛？嗯，啊，不用客气啊。当自己家就行了哈，随便吃随便喝哈，啊，随便吃随便喝。他吃我的呢。啊，不要给他吃。他也不给我留一根。啊，就。不吃随便吃，随便吃。快吃，大哥。我也不吃了吧。随便吃啊，你们。不用客气啊，不用客气啊，随便吃，我可大方了。我本来就有只狗。这是我就是专门买来教他小朋友的。我家就很开心，就很开心，嗯，很开心。那看着小孩子吃得那么开心，我就很开心了。那叔叔去下楼下送一下你们啊。我都能喝冰牛奶。那拜拜了，哎，小孩子拜拜了。拜拜。你不回头看一下我啊？拜拜。啊，拜拜拜拜啊，拜拜。终于送走小孩子们，嗯。他们也大获，就丰收，大就满载而归，满载而归，嗯，满载而归。